主意，别主意。闪光，小梅来了。我就说逼注意嘛，来人呐！什么情况？别打字呀，我尿尿去了。是不是广州的人真是任性？又要卡屏了。平手了。这个人可以秒的。走，打野，打野，走。大血雷蒙上线了，惩罚你！砸碎上线，来来。打中了什么？我没来了。打了枪头也死。吃我一记手雷！下包下包，黑大。别卡位置，别下包，全带白房蹲着。你换一个位置嘛。是不是打中了什么？怎么不加子弹的暴徒？要给我五杀吗？好像没有五杀，四杀。一不小心就赢了，跟着我，别跑丢了，全干掉了。A 大冲 A 大，打赢的话就不要卡位置，第一个上，上去之后蹲一层就行。代表太阳惩罚你。A 大打上来了 ，A 空了 A 空了，下包。下包 ，A 大屁股，刚刚是不是打中了什么？盖包的在干嘛呢？哎呀，一不小心跟着我的滑板也跑丢了。打B了啊！打赢的话就奖励自己买件新衣服，先走一步。代表太阳惩罚你，吃我一记手雷！地点集合，闪光先走一步。小心闪光！地点集合，先走一步。谁在打我？刚刚是不是打中了什么神器？一不小心就赢了呢，做的挺好呢，他们全干掉哦。我又打B了。地点上了，先走一步，全干掉啊！吃我一记小雷！呀，妈了！他家前狙九十。来了，地区炸弹已安上。换个位置，小心在你屁股。来了来了，一把一个号，不至于。他主要是他们这些号，知道吧？他自己平常玩的时候战绩太垃圾了。下次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你打得好的人突然上他号，只要一杀人，别人一举报就掉了。有的号是怎么打都不黑屋的，知道吗？有的号是怎么打都不黑屋的。冲呀！加油！干掉他们！烟雾弹，地点集合，走喽！小梅来了。九八。九八一个。没顺道呢，那你还来？地点集合。叫帮手。叫帮手。
这个尸体有点意思。好，打B的。终于结束了。整理完毕，出发哦。你找不到我，加油啊！加油他们。烟雾弹。冲锋炮。手雷来了。我听到他跑了呀，拱门最后一个，他压拱门最后一个，压拱门最后一个，拱门右边，拱门拱门还在拱门。终于结束了。都没打到，连杀没了。闪光之矛，烟雾掩护，哈哈，终于结束了。又退一个，又他妈少加多少分？